政府为我们提供这么棒的温馨小站，而且无偿可以提供我们，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忙。那现在的温馨早小站就在台大医院武林分院的斗六院区的旁边，那对我们是非常近在咫尺，特别的方便。是重症责任医院，然后那所以呢，我们也找到啊，我们在临近的这个地方哈，我们紧急整修哈，希望哈能够提供我们医院的这些医护人员有一个充分休息的地方，让他们快速能够恢复体力，也避免舟车劳顿，所以这里走路就到了哈，那可以让他们哈保持他们的体力抵抗力，那才能够哈应付这一场战场哈，能够专心的哈来为我们所有乡亲守护。